大家好，我是医美一哥王正坤。俗话说，岁月催人老，它留在脸上的东西叫做皱纹。我们该拿这些皱纹怎么办呢？话说，医生去除皱纹的方式有哪些呢？第一，可以用肉毒杆菌毒素注射来去除动态皱纹。第二，注射玻尿酸去除静态皱纹。第三，如果脸部松垮下垂，可以用没有伤口的音波拉皮。那如果你的凹洞、痘疤、坑洞特别多，可以做皮秒雷射、蜂巢透镜、飞梭雷射，或者是自己在家里使用一些除皱、抗老化的保养品。但是预防重于治疗，不想提早满脸皱纹，江湖四点诀，刚熬细点管，一定要牢记哦。一，少做搞怪表情，不可以这样子哦。二，重视防晒，防止皮肤的弹性纤维断裂哦。三，重视保湿，保持我们角质层的水分，多喝水，让我们体内脏器增加循环。四，多摄取优质的蛋白质跟维他命 C， 就能除皱抗老，自然的笑。